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经过了一场大比分的半决赛之后呢，我们来到第二场半决赛。那么第二场半决赛的对阵双方是吴嘉庆对阵傅哲伟。那么现在穿着红色 T 恤的进场的球员就是吴嘉庆。吴嘉庆呢，非常的不容易，是从会外赛打起啊，他打到半决赛，今天呢比一般的球员要多打很多场比赛。傅哲伟也是一个老球员了。那在刚才第一场半决赛当中呢，戈丽莎跟阿尔沙辛的这场比赛当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花絮。在第二盘的时候呢，主裁判呢将这个九号球没有摆在菱形的最中央，但是放到了旁边，但是两个球员呢也都没有发现，砰的一杆冲开，那也就成了既定的事实。哇，这个比球贴暗了都。刚才的这场半决赛呢，除了这个九号球的这个花絮之外呢，啊，还有一些好玩的东西啊。有一个非常高兴的小朋友啊，一直在场内的啊呼喊，后来他的妈妈没有办法，只能把他抱离了场地。说不定人家就成为未来的世界冠军。对啊。Okay, thank you. Rate one, 傅哲伟 to break. 第一盘由傅哲伟冲球。一号、二号进，三号球是第一目标。哎，一个大角度的切球。嗯、但三号球的问题在于三到四的过渡呢是一个难点。是啊，现在四号球应该是可以从六号球的这个上方通过，进而进入到右侧的顶带。我们来看一下通过这个置顶的机位，应该是有这个下球的通道。嗯，但是现在三号。又想的想的有点远了啊，是眼前的事儿还没解决呢。这次九球世界九球中国公开赛呢的公共信号是由我们五星体育为大家制作的啊。嗯，这次呢我们采用了八个机位，在整个球台的周围呢有五个移动的机位，而在球台的上方有一张置顶的机位，在转播席的旁边呢，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机位就是主机位，并且呢，在远端还有一个可以这个拍到整个场地的这个机位。啊，多角度啊，为大家呈现一场精彩的这个九球的盛宴。嗯，防守质量相当高了。哎，没捡到。
球交的还是相当精准的。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吴家庆 to break。效果不错，相当不错。嗯，这个九号 case 的不好了，这个你过不去了，造成了六较七的难度啊。等于是把简单的台面复杂化了。
球拉杆拉到底岸啊，这个还是要留一点点角度啊，不然的话七角八还这个有点直啊，但是还可以，关键叫了八之后八还要叫九，蹬出来一点角度还不错，底杆左塞横台两颗星来讲，球杆要延伸而且不能打得太硬，好，没有问题，Jia-qing跟傅哲伟呢，两个人实力呢应该要比上一场比赛啊接近很多。哎，一号可以啊，那么一号打进之后呢，二号其实有多种的选择啊，可以打一个，二号呢可以打左侧的底带，也可以，这个是首选，也可以拉杆回来要中带。一点点向左的角度，一般总归是横抬一点点就可以了。这颗球呢，三号四号其实链接都非常的简单，打进二号之后呢，三号球右侧的中带，四号球左侧底带，现在呢对于傅哲伟来讲呢，四到五是稍微难处理的一个链接，因为五号球呢是贴库，要把主球呢其实不能留一个较大的角度，因为并且呢这颗球的精准度也非常的关键，是五号球是在靠近中带口的附近，所以离底带的距离也较远，所以现在叫一个四号的大角度。这球
还是叫的直了一些啊。足球要想法蹬出来的话要发力。六号是横台两颗星找第三颗星的落点，最好的设计呢是叫八号右侧的地带。好球，没有问题，完成了。确实他的习惯啊还是守色的原因呢，他这个行杆运杆要好多色，是这个是习惯吧、嗯、吴嘉庆的冲球局，一号、二号入袋，三号球奔向了右侧的顶袋。哦，这个粉刺啊，影响到出杆了吧？嗯。打防守，三号右侧的薄边主球呢，四颗星回到四号和六号的下方。还是这条线再走，好球、嗯、不错。
解右边的克星呢是要贴着七号过，然后要下左塞。街道性冲漏球，三号呢正对袋口，所以打个拉杆，差不多母球就到现在的位置。对，从下面两颗星走起来，五号球呢要左侧中段。高杆的一颗星横抬回来，六号球左侧底带。这个角度七号呢是走底带的。嗯。职业球员我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愿意走中段。嗯。球的力量呢不是很足，导致了角度呢稍嫌大，不过还算是一个可控的范围吧。打进看主球，还是拿下了自己的发球区，二比二平。负责位 to break。一号刚好能过，对，负责位中开之后呢，一号球刚好能过，二号球在球台的中间，那么这样的过渡呢是非常的舒服。通过慢镜头看，负责位他握球的握杆的那个手势真的很奇怪，跟别人有很大的不一样。嗯，
平带有，那么拉杆回来叫两号的中带。那么这颗球呢，其实一号到二号呢非常的好叫，因为二号球你不管是做成一个向上还是向下的角度，从二号再过渡到三号之后呢，三号在右侧的顶带口，拉杆回来一个向下的角度，其实打进就 OK， 没有必要非要做得很近，轻轻的推进，主球呢过中线。好，采用了这个绕球台高杆的三颗星绕球台回来，费那么大劲，跟轻推呢也差不多，差不多，对，下低杆的一颗星，吃一库折线回来。同样是低杆的一颗星或两颗星，走到球台的右侧来抓高岸区的五号球。对啊，就没什么难点了。对，五号中杆打进，吃顶库一颗星弹起，叫七号。这个球呢是一个向下的角度，啊，希望可以和八号球走近一些呢，就要下低杆。看主球，形成一个很大角度的反切，副车位需要加一个这个加长，把它非常跑快的这个跑过去拿，是因为这个时间的问题。但是这一局即便是超时也没有问题，因为他并没有用过这个延时。还是精准的打进，傅哲伟也是拿下了自己的这个第三个冲球局。这一杆冲得很散啊，一号不理想，直接把九号球是冲到了这个高岸区。
我家庆力量非常大，冲球之后呢杆头的延伸非常的长。嗯，这也就是大力冲球的技术要求、嗯、球杆一定要充分的延伸，然后呢慢镜头看就是压得很弯了啊，这个球杆来做阻挡很漂亮。嗯，刚才在微博上有位叫做汤立鹏的朋友呢提醒我，这个傅哲伟的这个这是一个习惯动作啊，就是他在这个行杆运杆的时候呢会挥动很多次。嗯，并且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建议，非常的谢谢这位朋友。短边解长边的很难解。哇、哦、漂亮，很不容易了。嗯，二号球冲进，打进一号球之后呢，第一目标球是三号球，三号球在右侧的库边。那么一到三的这个链接是没有问题。三打进之后呢，主球大概就啊停在这个堤岸区，四号球呢是在底库。所以打三号要下一点反散。对。哎，这个刹车、啊，这个刹车球没有打好啊！反杀一下了就打后了，嗯，这个失误，这个失误的大了，嗯，在自己的冲球局很可能就将这一局送给傅哲伟了，是，嗯。小低杆轻拉，那采用的是撞一颗星，只要预留一个十五角度，对，十五度的角度。打进之后呢，主球向上弹起，正好抓左侧底带的啊、这个五号球啊，他现在看的应该是六七这个关系。嗯，低杆的两颗星从七号下方来过，那么叫六号球左侧的顶带。低杆右塞、一旦坐直，直接拉杆拉到库边，八号球右侧的顶带，还是留了一点角度，这样的话一颗星可以弹起来，同一个带，对，同一个带，嗯，思路非常清楚。
这样的话傅哲伟在第六盘完成破发，嗯，四边领先吴嘉庆。啊，对，那现在呢，现场的大屏幕上的这个分数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傅哲伟是4-2领先吴嘉庆。傅哲伟看到之后呢，也是和裁判进行了一些沟通，现场的工作人员及时的将这个问题加以改正。重球之后，一号球、七号球入袋，二号就成为第一目标球。二号并不理想。嗯。好，我们看了几句啊，这个傅哲伟的冲球啊，杆头又是过高啊，他老是把主球啊留在了底岸附近。现在有了冲球纸啊，这个冲球呢一般都会进球，所以呢在自己的开球局呢，如果是能够一杆打完当然是最好，如果打不完的话呢，上来给做一个防守的先手也是不错的选择，还是选择了直接进攻。嗯，进攻。嗯，这样的话呢这个三号叫的有点近了。那这颗球呢主要还是以打进为主。嗯，底杆横抬一颗星，
不出意外的话呢，应该是一个五比二的领先。对，嗯，低杆稍微向回拉一些，然后九号球左侧的顶带，那左侧球九号球左侧的底带，这样的话呢，副车位是五比二领先吴家庆了。啊，副哲伟我们看啊，就是其实他身材保持得非常的好，肩宽而平啊，整个的身体充满了这个肌肉感，应该是平时除了打球之外还在健身。哎，对，嗯，有锻炼的。对，啊，落后之后呢，吴家庆是叫了暂停，我们也是稍事休息。Okay, thank you. Red eight, Wu Jiaqing to break. 那我们继续来看比赛。主球撞到了球台上方，
哎，二号是有，但是这个六号滚过来影响了出杆呢。索性是把二号往下推，足球呢藏七号上方，但是呢就怕二号撞到三号之后啊进带了，这样的话呢反而把自己给坐上了，后保要掌握好，或者你就孤注一掷的往带里打。哇，这个，哎，漂亮啊，这个运气哎呀，问题并没有解决。对，嗯，然后打走主球呢，用九号来做。哦，哦，这杆是没坐住吧？哎，这个自己也在看啊。嗯，下球的路线应该是没有。不满意，应该是要用到跳杆，嗯，可以跳进的。傅哲伟看完之后呢，还是走了过来，并没有拿这个跳杆。如果能看到的话，这就是一个大漏啊。我打剁杆。哇，漂亮，多杆打进之后啊，主球并不理想。啊，中带切进，但是看，哎，这个难度一关一关的在增加。是，嗯。傅哲伟打球的思路其实还是这个蛮独特的。刚才这一杆的这个反薄中带，其实这也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嗯，身体上台加码很别扭，嗯，就无数的难关都打了，一直就是迎难而上。这一杆呢也是这个从小面来切左侧顶带，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了，局分分差要有四局了。那么早点打完可以有更多的休息，这个接下来呢在下午的一点半钟的时候呢，那男子决赛将这个如期上演。
出击。6-2了，这已经是一个蛮大的比分了。嗯，这局一杆打完不容易。嘿，这一次主球是流到了上岸区，但是一号又是不舒服。哈，这一个是撞回来的。选择防守，主球呢最好是利用七号或者是三号来做障碍。哇，他是翻带进的，哇，打得很拼的。哎，这个出问题了，没有给吴嘉庆留下什么好的机会。翻带，哇，打进。中带的角度有点大。
这局是否能拿下就看这杆的价位了。绕球台，相当漂亮。终于没有让对方继续扩大比分啊！现在带到了3-6的落后。哎，一号中带很舒服。颗星来叫四号右侧的中带，要到了一个向上的角度，价位很合理。6-7的连接呢，是这一局的难点。主球要避开九号，哎，蹭到九号之后啊，又把简单的台面弄复杂了，八号和九号连在了一起。大拉杆，看主球这样过来的话，哎，中带可以选择进攻啊，底带、中带都可以。
算选择到底是底带还是中带，还是选择底带吧。嗯，准度不错。哎，这个九号，这个只能打中带了。哇，渐渐的把比分给赶上来，6-4。11负责尾 to break。这边会两局，负责尾呢，很仔细的来看一看拍球的状况。这下主球定得很牢。嗯，一号也是有机会。冲散之后粉丝入袋，一号球是第一目标球，在右侧的库边，这样的话呢可以打右侧的顶库。打好之后啊，一颗星起来，那来抓二号球的左侧的顶带，看负责尾的这一杆。Yes, 被天虚勾。他是通过这个两号和七号的当中，将主球呢横台划过来，叫两号球的中带，而且是一个向下的角度，对，二三连接的非常的巧妙。 嗯， 嗯，负责尾的这个球杆呢，它的后手其实是光滑的这个木质面，所以呢很容易出汗，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经常负责尾会快速的小跑回到自己的这个沙发那里啊，其实就是在自己的毛巾上把自己手上出的汗呢，嗯，稍微的擦一擦。是，5-6的教位啊，一路向下弹起一颗星。负责尾的球杆呢也是蛮特殊，嗯，前肢开得很低啊，然后先脚呢又是很短，应该是自己改装过。哎，力量大了啊，嗯，还可以，对，问题不大。
继续保持着三局的领先。四个位，四个位。开杆之后直接是冲进四颗，第一目标球现在就是五号。一二三四全部冲进，周伟呢现在是领先吴家庆三盘，所以吴家庆对自己的这个冲球局呢现在是一局也不容有失，是要想扳回比分还是要先要保住自己的开球局，然后再想办法破发对方的开球局。这局因为哎冲球非常的漂亮，所以整个球形呢处理起来很简单。Right, 13, 傅哲伟 to break. 傅哲伟的中秋局，那还是不错的，有球入袋，一号球呢也在攻击的范围之内。一号打反切，
底杆横台的话可以交到两号右侧的中带或者是底带。负责为右手握杆的姿势很不标准。虎口跟球杆之间呢有缝隙啊，这样其实是握杆的大忌啊，大家看这个这边看得到应该。开杆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的，可能是多年打球成了习惯了，改不回来了。这杆有问题，主球叫了一个很尴尬的位置。离中带较近，所以这杆呢还是要反包中带，打进之后两颗星回来，好球。还有一小考主球贴库，8-5。这杆会不会像上一局一样啊，冲出一个非常漂亮的球形，依然是暴力冲走球。一号球改变了行进的路线，那么啊，七号球右侧顶带是否有？哎，我们看一下球形啊，这个一号即便有的话，三号
二号应该是进了啊。那么，哎，一号顶带是有的，但是三号这个中带是否有啊？三号球的中带如果不坐进来打的话，是很难来打。是，嗯。而现在一号还触杆还不舒服。嘉庆的一个左撇子，三号没有留直啊。打高杆的话，主球很可能会挂到中带带角啊。嗯，避开这个带角，但是哎。还是不舒服，碰到问题，这已经不是不舒服的问题了。嗯嗯，自己给自己坐住了。发力姐，哎，倒也不算漏。因为顶带的两条路线呢，现在基本上是没有。左侧呢上方有六，右侧呢上方有七。这颗球，负责为一。应该只能做防守。哦，打进。傅哲伟的准度是真的很好。嗯。大小都切中带，进攻的欲望是真的强烈。没有最难，只有更难。傅哲伟这一路打过来啊，都是在拆解难题啊。是啊。这一局傅哲伟如果实现破发，那么接下来的一局是他的冲球局。
如果拿下自己的冲球局，那就拿到了赛点。三颗星绕球带，捏杆的方式，也很独特。冲开之后，二号进袋。第一目标球一号球，有一个大角度的进攻的机会。但二号进袋，那么一号球如果打进之后呢，三号球变成了第一目标球，三和四有一个组合球的机会。但是一号球现在其实是蛮棘手的一个问题。傅哲维并没有进攻。要把一号球放在六号球的下方上方，主球呢回来，啊，做到成功了。解禁之后呢，三
三号和五号，嗯，对，连接变成必须要打的了。对，这里边还要有一个修正的角度。没有打进，但是呢运气不错。嗯，也没有直接漏。九号是阻挡了主球跟三号球之间的连接。这个虽然不漏，但是也是让对方看到了半颗。差点解禁，但主球摔带了 啊！这个确实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九比五落后啊，在关键的一盘当中呢，又主球摔带，啊，基本上就将目送傅哲伟拿到赛点。嗯，不要，只要不犯大错，到赛点应该是没问题了。刚才两颗星之后找第三颗星的落点还不错，一点点向上的角度，这样的话四比五已成定数了。推上来一颗星，这样的话一点问题都没有。没想到两场半决赛都是较大的比分啊。
冲好之后效果也是不理想。索性翻袋吧。一个索性一词用得如此无奈，反正已经是10-5了。是啊，这个在互互开发球局啊，这个规则下这10-5要扳回，除非出现奇迹。对，这太难了。翻袋，哎，啊，运气不错。总的来说，你到底说他运气好还是不好？这开球老是磕磕碰碰，这边那边的问题。但是你看，打下球倒是晕了两三回了啊。接下来依旧不好处理。嗯。翻袋翻进之后呢，二号球又是一个大角度。还是打近看赌球，哇！那出杆应该不受影响，四号球左侧的顶带。但是赌球会 kiss 到8号，那就要看运气了。这个他是用中杆 kiss 还是用高杆来 kiss？ 最好是蹭个薄边啊，赌球一颗星弹起。那么八号不要影响到5号的下球。哦，啊，索性就是跟上来。嗯嗯，不动。10-6，如果11-6输掉的话，那这个也算是及格了，过半了，是吧？对啊。17, 傅泽伟 to break。球开得不错，赌球留在了中间。二号入袋，但是九号球呢会起到一个阻碍作用。
傅哲伟，你看冲球的时候抬球很抬得很早。嗯。这局难点应该是在六较七上。case 到了，哇，运气也是不错呀。稍微再大一点，沿着七号球的下沿滑上去的话，七号阻挡，对，这个就比较背了。嗯。好，也是顺利的叫到，这样的地杆点一下，来叫八。喂，这个居然没打下，送大礼了。Jia-qing也没想到自己还能上来打，嗯。打厚了。翻带，漂亮。
Black 18, 由 Jia-qing to break. Leon, 对方的一杆失误，扳回了一局。那么这一局呢是自己的冲球局，看一下。开球老是主球旁边有球啊，影响出杆的。即便是拿下一盘，如果这一局冲球局再次拿下的话呢，吴家庆的翻盘几率依旧还是很小，是因为即便是打到决胜盘，最后一盘的冲球还是傅哲伟。嗯，先别想那么远啊，这个冲球局能不能过还不好说。对，切中带，看准度了。要了四号一个大角度，主球呢一颗星要避开九号，嗯，两颗星来角，一杆点一下就可以。九号要的角度也是够大，好，还是顺利打进，打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Right 19, 傅哲伟 to break. 一号看得到，看七号球，哎，哇，差点把
再大力一点就没有了。哎，看这个球形又是挺舒服。对，一号打进之后呢，可以低杆横弹，然后来叫左侧的二号球。嗯，估计五叫六就是这盘的难点了。延迟 ，OK， 谢谢。低杆横台弹一颗星，打这样的杆法呢，煞要足，然后呢，球杆不要延伸就可以。看赛起来还不错，仅仅是轻轻的低杆，稍微往回拉了一点。嗯，这个五叫六足球一定要留好，准备是打低杆两颗星来叫，相对比较直的一个位置。是啊，就看这一杆了。哎，那杆又是不足啊。切底带，看准度怎样啊？足球是横台，两颗星或者是三颗星都可以。这是没有问题了。嗯，两颗星叫到。没有任何悬念了，好，打进。这样的话呢，福德伟是11-8战胜了吴佳庆。这样，那么男子组决赛的对阵双方就已经出来了。我们将在下午的1:30由哥迪沙对阵福德伟。那么今天现场的部分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七七。我想想，还能考我？嘿，我想。